日常生活当中结实实用安全牢靠的五种绳结技巧给大家一一分享。请看第一种，快速活套锁桩结。打结方法简单，绳子对折，绳头反绕，返回的绳头进行折栓，后方的绳环这样拉伸调整，穿入前方绳环进行锁紧。当主绳受力完成的情况下，我们就可以使用了。在户外应急，这是必备的方法。用完之后收绳，快速解开，不结死结。第二种绳结，货物运输物体压缩固定。货物运输时最实用的方法，也是司机师傅必备的技能，缠绕第二圈形成的结点，后手剩余的绳环做一个反向八字结，底绳环拉起的同时，我们这样直接拖拽，收紧之后锁在汽车下方的铁钩上，拧折不开扣，安全又牢靠。第三种绳头对接的小技巧，当绳子使用时突发破损、破骨、断骨断裂，我们使用这个方法可以进行完美的对接和固定，效果绝对完美，结实牢固，可靠安全，非常的实用。两个绳头各自穿插，双向受力直接整理形成的节点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绝对安全，特别可靠，拧折都不会开扣的。第四种绳结，秋千结、架板结。秋千结是户外游玩荡秋千，架板结也是同样的方法，也是一块木板两端做出这样的绳结节点，后方放到中间，最后方呢拉起绳环，向两侧进行拖拽式收紧，收紧整理完成的节点，均匀可靠，粮仓搭架板、户外游玩荡秋千必备的方法和技术。第五种绳结，钢丝绳施工作业发生破损，来不及换绳，来不及插套时最实用的应急救援结。无论是拖车、吊装、施工还是作业，都可以用到的方法和技巧。绳头返回，双向在使用的同时越锁越紧，拧折不开扣。